我是谁。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或许，这些你并没有想过。我从战火硝烟中走来，浑身流淌着钢铁的血液。我用永争第一的倔强，帮你改造更完美的世界。世界机能涌动，行业跌宕起伏，我始终与你同行。今天我已做好准备，引领制造新时代。世上虽有许多难事，但我相信始终可以给你最好的解决方案。珠峰看似高不可攀，但我终将登顶跨越。我是一名工匠，我是73岁的年轻人，我是时代创新的引领者，我是徐工，专注为你打造每一件产品，匠心为你制造美好未来。